杜鹃花的盆栽管理。培养土，杜鹃是酸性土植物，对土壤的酸碱性要求较严。适宜的土壤 pH 值为5至6， pH 值超过8，则叶片黄化，生长不良而逐渐死亡。栽培杜鹃花的土壤最好用人工配置介质，主要成分是泥炭、苔藓和珍珠岩，比例为2:1:1。